级汽车。海盗通缉令。嘿嘿，把东西放下。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，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，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，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，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哟哼，加速哟哼，加速加速加速 go go go，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，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转呀转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全被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。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记忆病毒。嘿，阿布，生日快乐。哇，雷克警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竟然记得我的生日。那当然，没什么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
么想不起来了。哈哈哈！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哈哈哈哈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哈哈哈！白老虎，公交车巴斯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。小火车到底在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，会灭火，没错。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下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斯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出租车，所有道路都记得。我是小美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磁铁车，哈哈哈哈！想知道我的新发明是什么吗？就是它，最强磁铁车。让你们见识一下它的威力。汽车离开贝勒小镇吧，嘿嘿。哦，喂，你跑不动了。不好，我也要闯红灯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去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救命啊！
我好像也不受控制了。呼叫指挥中心，我需要帮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一辆奇怪的磁铁车把大街上的汽车都吸走了。啊！不好，他好像要把所有的汽车都带离贝勒小镇。哥哥，我们快点阻止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伸出长手臂，咔咔咔，挥挥大铲子，哐哐哐，转转大车轮，咕噜噜，我们要进攻，向前冲，摇摇摆摆转不稳，慌慌张张没力气，小心小心别靠近，大树大树要抱紧，坚持住，大家需要我们。铲子挖呀挖，紧紧抓住你不放手，长长的钩子勾住你，用力拉一拉，就拉成功了。大家快躲好，别找了，我们在这。举起我的大铲子，甩起我的大钩子，石头石头扔出去，哎呀哎呀打不倒，冲呀冲呀向前冲，让我紧紧贴着你，铲子用力哐哐哐，钩子用力甩甩甩，打败他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又被吸在一块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庆祝一下，一起来跳舞吧。工程车技能大赛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
好吧，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科马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，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，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，还有搅拌车合作最无敌。什么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！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！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嗨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酷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酷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酷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警车滴滴呜，滴
冲冲冲冲冲，我的大王能抓捕瞄准目标。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。我是正义的警察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呀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！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。要装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装呀装呀，绝不退后。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砰砰爆米花，啊，能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，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。玉米咔，嗯，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痛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伯伯小心，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抓住你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
斗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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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爆米花攻击危险赛斗地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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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，水炮弹攻击快速强有力，爆米花变呀变满天飞，左边飞右边飞飞呀飞呀，消防车打水炮准备好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砰砰，小意思。哈，他没有爆米花啦！不好，他又要去摘玉米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小河鸡嘎嚓嚓，齿轮转得快，东边跑西边跑，小河交给我。小河鸡刷刷刷，手臂长又长。别想跑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，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。遇到火灾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，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快跑啊！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往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。
活，勇往直前，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冰企鹅大作战。耶！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。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。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引力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，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去救其他人了，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圈两圈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肚子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哐哐哐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愤怒的蜜蜂。
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卖嘟嘟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卖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！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车门快关上，我肚子嗡嗡嗡，哟吼，任务成功，快送他们回家吧。送回家了。不会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